谢谢大家。
姐叫下面鬼。先走走走。走委员，周家琪服务团队，请坐。好，东港的要一起照相吗？李主席，来。进来左边那一桌好，东哎啊东港站，好了，好，请就坐，请就坐。好，主播目前可以看到呢，刚刚是韩国瑜来到屏东的这一间知名的餐厅，要和国民党的这一些党工们，还有各地方的代表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餐叙。那目前呢，也是因为韩国瑜呢第一次来到这个屏东，所以呢，要跟这个党工来展现一个大团结的气氛。那可以看到呢，现场是一共开了12桌，要和这些代表，还有一些线上的议员跟立委一起来简单餐叙。那稍后呢，他也会上台来致辞，稍后有跟进情况也会随时会连线。三一六一，过来来签名，会当坚持发展就对了。你知道？可以，好好。再次感谢啊，咱在座所有评选者，恭喜来，对着咱国民党啊的这个团战，那么比较再次啊，拜托咱每一个人，比这个是三个号位上重要的时刻。大家都能站出来，来欢迎我们的立委，啊，我们的韩市长，必然九万里多中国人民。好。啊，再请再次刚才恁大家了哈，啊，大家来做一份新三个号的了哈，啊，过来咱屏东哦，咱有咱的第一双柱立法委员哈，咱的 A 座山呐哈，咱的第一双柱立法委员。第二双柱哦，啊，咱的刘委员周佳琪啊，哈，这嘛我左边啊，我左边啊，哈，啊，第三双柱的第七啊，哈，一个左边啊，安管理站出来哈，啊，拜托在红星时了，大家坐一坐啊，哈，啊，共同做一后盾，啊，咱真期待，咱总统就算，两个礼拜一完总就算，我们礼拜一过关了没有？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周议长，记得不是韩国瑜总统。我们立法委员过半，对不对？屏东这两席，八位原住民的一席，全拿，全来打吧！啊！接下来我请我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王进士王委员为我们勉励。好，谢谢廖主委，我们韩市长，你要让我 Q 得到你哦。韩总统，我们周议长跟议副议长哈，然后议会所有的我们的哈议员先进啊，我们屏东市长林边乡长哈，有几位乡镇长若一有漏掉哈啊，就抱歉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也不多讲。那这一次郑进士啊，承担这个我们韩国瑜竞选总部啊，屏东县的这个啊主委啊，我想我们因为议长啊，他本身因为他。他的公子啊，哈，啊，他的千金啊，也参选立委，所以他会避险嘛，所以他这个担子变成我们。
来承担哈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诚惶诚恐的，但是也勇于承担，全力以赴。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韩市长来当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想今天因为韩市长等一下还要赶到台南市，所以时间不多，我们话也不多了哈，这个就等一下。Jason，韩市长来帮我们哈，美丽姐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感谢啊，我们屏东县的六主委啊，非常感谢。委员季时秋，现在是我的主任委员周议长，我们农会的副理事长，屏东市的林市长，还有我们在座好多好多议员，还有我们三位叶寿山、佳琪，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张正辉人，把酒都把杯拿来，这对，还没有到哈，周议长还没有到。还有严将军，还有我们所有屏东县妇女界、政界，还有党部，还有各个所有的义工、所有的议员、所有的代表、所有的里长、所有政治精英领袖分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高雄屏东啊，今天圣洁圣洁的情节啊，高雄过来的屏东，再来回来屏东，阿姆哥。贵一段时间，大家了解，拜一个拜五，高雄市政非常忙碌，刚刚拜了两个礼拜两天尔，所以东部花莲呐、啊，还有新北啊、桃竹苗啊，还有彰化、南投、台中，大家都说尽可能的去，所以说屏东呢是提名之后，上个星期在台中，啊，今天拜了拜屏东啊，代表对屏东的感谢。好，主播目前可以看到呢，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的屏东行程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点，现在也在上台致辞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外面五个场合，每一个场合我们屏东乡亲，哇，好多人，那个眼睛呢充满着期待，那个表情呢充满着热情，我的手紧紧抓着不放，抓我的手抓得好紧好紧，真的就是期待改变，民心思变。各位屏东乡亲，大家都了解，我选举只有八个字做主目标：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。但是我们屏东各位插进底插故啊，还有几位校长也都知道，我们自己静下心来看一看我们台湾的前途，你会不担忧吗？光这一个礼拜断交就两个邦交，我们现在整个对外关系一筹莫展。经济发展一塌糊涂，海峡两岸一团冰冷，整个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，内政、社会所有的冲突、所有的不满、所有的不安，整个社会真的感觉那个情绪一触即发。各位屏东乡亲，尤其是我们这一辈的人，不像佳琪啊、丽华议员比较年轻，我们看过很多人生的百态，我们了解，我们经历过生命的大风大浪，但几世人看太多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我们不能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，我不能让台湾人民有信心，不能让我们下一代有好的前途，我们这个政治人物是完全不及格，完全该打屁股。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台湾人民过得安全而且富庶的好生活。现在这三年半超越政党，你敢跨埋啊，这三年半的执政，台湾是越来越危险，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危险，我们的人民是越来越贫穷，我们一筹莫展，台湾人过得怕表领金又善良，我们不该接受这样子的命运，我们一定要突破现状。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2020年1月11号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上这张选票，这是最后最重要的改革改变的机会。所以屏东两席立委，我开玩笑，神雕侠侣南侠客叶寿山，我们女侠客周佳琪，还没有来的哦，还没有那个张正辉还没有到，我在这里啊，正辉到了没有？正辉到了没有？啊，不到我就不帮他加油打气了，要拜托他一个张正辉、叶寿山、周佳琪，
要特别拜托屏东乡亲，这个所有的小爱都不重要，这次是对国家的大爱，大爱比小爱重要，所有的小我都不重要，大我最重要，2300万的人民，所以希望大家能跨区拉票，一定要跨区动员。我说再美丽的小鸟没有两只翅膀飞不动，再雄壮威武的老鹰没有两只翅膀也飞不了，总统要过关，立法委要过半，对不对？所以屏东的立法委员拜托大家全力动员，一定要全力打，优秀有爆发力认真怕表的叶秀山，认真优秀的周佳琪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高票当选吧。拜托屏东乡亲，我们紧密的团结。2018年，台湾南方崛起，南部力量跟声音出来。2020年，我们南方的城市，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屏东，我们一样大团结。未来台湾的南部、北部双引擎，全部冲刺经济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刚刚这个韩市长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呢，也特别强调他第一次来到屏东，有感觉到其实屏东市民都非常的热情。那稍后呢，跟这些国民党的党工们简单的参训之后，就要回到高雄。以上是目前最新状况，我们先把镜头交给党内。谢谢屏东乡亲，我们大团结，大冲刺，谢谢。好，我看大家热情不减啊。吃一点东西，因为选举就是一盘米粉，一盘炒面，我有在注意看哦，各位媒体要注意看哦，我们只有炒面、炒饭、炒米粉、炒刀粉，其他好像也没有，没有加菜的哦。好，那大家轻松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请主任委员还有议长、副议长陪我们候选人跟大家敬一下，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来，先要拜托大家要先高兴。那媒体女士先生们，不好意思，大家还是饿肚子不行哦，用一点餐好不好？相片该照的都照了后，那我们还是坐下来用点简餐哈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填饱肚子哈，大家下一站要更有力量一点哈。我们把摄影机放下来，带着摄影机好了休息一下。